OK， 差不多完成，所以我们这边 OK， 差不多完成。那我们右手边这边的电池柜啊，还有一些变压器、充电器的地方也完成了。那这个两个抽屉跟桌面，OK， 那我们今天的清洁差不多就这样子，那就是我们右手边这边的电池跟充电器都给它整理好，那还有多了两个抽屉给它整理好。那我们的桌面呢？那就要再改天，因为现在也快要12点了，我该去睡觉了。